係咪帶咗 con 啊？咦，唔係喎，冇帶 con 喎，咦，睇嘢咁清嘅咁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張佩樂 Charlotte， 今天終於很開心做完這個 smile 微笑矯視了。有時呢我自己戴 con 突然之間會隻眼好像有點吉住啊咁樣，咁會有條貓毛咁樣一條咁樣黐住咗喺個 con 裏邊咁樣咯。喺紐西蘭出名打 rugby 啦，跟住呢邊咧就成個波咁轉埋嚟，副眼鏡爛咗，係啦，喺中間嗰度斷開咗，咁樣睇咯。但我又單手揸筆，咁我要咁樣睇咯。雖然咧成個過程啦，我好緊張啊，都好期待嘅，因為緊張係第一次啊嘛。咁但我聽到呢一個 smile 嘅新技術咧係好好嘅，同埋佢係做得好快咯。做完之後，好似會有更加多嘅精力去應付我的工作嘅時候，其實個心情已經係好唔同噶啦，真係唔使煩咯，即係唔需要咁多顧慮同擔心咯，係。